两袋啊，这边炸鸡，这边鸭货。快吃吧。手套都在里边啊。俩还不够，我实在吃不下辣，都不行了。吃，你少吃点。少吃点。少吃点，明天还拍戏啊？你说这小身体啊？那你不拍戏啊？拍呀、啊。拍戏是什么呀？就是你头在魏龙这个腿上，脚在他身上搭。你觉得舒服吗？舒服是吧？感觉他这样应该很舒服。你看龙龙笑。笑出来，别害羞啊！你咋这么害羞呢？龙龙稳住了。金姐，金姐，刘星，刘星，刘星，带上。哈哈哈！太激动了。还说人家少女。对，最好是在这里。那是流星耶！陪你去看。没事了，那个欠。温柔的星空，应该让你感动。没听过吧？不是你这年代的。毕竟你是大哥，你比我老。像我这种千禧年的。啊